他是死在你们手下的冤魂。你们以保护静心会为由，唆使会员谋杀纳文，盗取罪证，聚敛钱财，用致幻剂控制会种。我们这里是修身养性的会所，不是犯罪集团。罪证在我手里，现在自首还来得及。李默，你过线了。他不是我们的会友，但他是死在你们手下的冤魂。阿明、黄婆和你都参与了行凶，纳文身中十刀，恐怕有十人犯案，一人一刀，杀鸡儆猴。阿明成立网络，你们投其所好，给他提供钱款，并利用这笔债务控制阿明。这是你拖欠的账单，不知道你妈妈知道这一切后会怎么样。如果你连老家的房子都没了，你觉得？阿明需要钱，黄婆需要活下去的希望，你们利用了他们的欲望，一旦案件曝光，就让阿明和黄婆顶罪，如若不成，杀人灭口，保全大局。这个大局就是静心会。阿西，这是真的吗？是啊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阿西，你说啊。身为侦探，你应该知道，诽谤是重罪。纳文掌握了所有罪证，你们以保护静心会为由，唆使会员谋杀纳文，盗取罪证。我们这里是修身养性的会所，不是犯罪集团。阿信，你也是受害者。奥义奸淫会员，引你走向黑暗，并用静心会聚敛钱财，用致幻剂控制会种。你们利用人性之弱，放大人心之恶。你们把生活中的受害者变成加害者，罪不可赦。你敢诋毁静心会？Those who have been lost in the darkness for too long have nothing but nothingness in their eyes. 导师终于忍不住寂寞，打破寂静了吗？ Mortals are confused and distressed for.That they adore mercy and goodness. I am the messenger who helped the people to know their awakening. But I am not God. So how can be the world be at my mercy? 并不是你有多神奇，只是世人迷失了方向。人类的软弱、空虚和无助。成了静心会赖以生存的养分，在你们的精神控制下生出罪恶之花。罪证在我手里，现在自首还来得及。林木， guiding the lost is the supreme good. I look forward for the day when you are awakened, but until then,You are no longer welcome by the breath. 李默，你过线了。